我们在这里爱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爱我们。配合国庆月到来，马华总会长廖中来和署理总会长魏家祥连同一众马华领袖，星期五在吉隆坡慈场街举办青年爱国大集会。廖中来一改平日正经严肃的模样，在现场幽默大开玩笑。我也知道大家到来都爱我们的大豆李宗伟，爱我们的吴柳英。大豆李宗伟是靓仔啊，他很靓仔。吴柳英是美女。廖中来抨击国内充斥着太多负面声音，他认为国人应当散播正能量，才能够促进国家发展。只要大家发出正能量，各位，我们就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也发出正能量。当我们身边的人也发出正能量，各位，我们就能够营造一个正能量的磁场。正能量磁场是什么呢？正能量磁场是建设的磁场，是发展的磁场，是进步的磁场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充满着希望。节目现场歌舞连连，让不少摊贩和游客聚集围观。大会也邀请了羽毛球一哥李宗伟和混双女神吴柳莹站台，希望能够借着体育明星效应激发青年爱国精神。